回到两千年，以下四个陌生人头像想加娜娜为好友，请问娜娜想加谁 ？A. 型男 ，B. 羞涩男 ，C. 墨镜酷男 ，D. 商务男。好，何老师先不要作答，何老师现在可以思考一下，娜姐现在给出答案。他已经写完了吗？这里面有个问题啊。因为我现在是代表红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娜娜是蓝队的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我一定能猜到她会想加谁，但是她有可能会故意写一个非的，就是她完全不会想的答案。不会不会，我现在好胜心没有那么强了。我个人觉得是 A 型男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队友，羞涩男，娜姐喜欢话少的。话少的不是看头像的照片，是看这个形容是吗？那肯定是羞涩男，就是 B。 娜姐不会考虑那种扎辫的那种墨镜男吗？不太可能，所以我觉得是 B。 好，何老师根据对娜姐的了解，我坚持我第一的感觉，我觉得是 A。 等会儿是双选是吧？不双选，我坚持我第一感觉 A。 娜姐的选择是 A， 恭喜何老师。哎呀，欣欣差点助我们一臂之力，真的是。本来选 B 了，我高兴了一会儿还。如果你不在乎输赢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维嘉在后面看了一眼周冲了。